昨天双十国庆，同时也是第十届的世界死刑日，香港多个人权团体分别到中联办等地抗议，要求立即废除死刑。团体并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等罪行，呼吁曝光及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。取消死刑联合委员会、国际特色组织及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共八人，分别前往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、日本驻港领事馆及中联办，要求中日台尊重生命，废除死刑。团体并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，并将请愿信件贴在大门上。中国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，而死刑数据也被中共政府视为国家机密。团体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废除死刑。另外，对于超过106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要求公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团体也表示关注和支持。他们直斥活摘器官是最严重的犯罪。就算是动物跌价很多，很多人反对落他们的器官，咪更加应该是人呢？这个是对人类一个是不人道的做法，一个罪犯啦，非常之严重的犯罪啦。他们强烈要求曝光及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。无论啊，因为要处决人哋，或者甚至啲人都未死咁咯，落嗰啲器官，就我哋完全希望咧，就调查呢件事咧，就中国政府有一个公布。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。